从今仔日一群啊增加13例确诊，有10个人拢伫同一间化工厂食头路，而且传出去有2位亲人确诊。昨暝东部发生规模6.6个大地震，到今一直有地震尾，而且不少规模拢伫高以上。中央银行宣布利率起一码，影响就学贷款的利息起到1.15%。那也立委就讲，学生贷款应该爱降利息。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3月24日公司暗时新闻，我是杨淑晴。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国内疫情。高雄今天的一群啊增加13例确诊，有10个人拢伫同一间化工厂食头路，而且佫传出去有2位亲人确诊，其中一位是高中生，伊读的学校2400多人 PCR， 目前无阳性个案。学生穿防护衫挂面罩，关行李准备搭防疫巴士去一间检疫所隔离。伊拢是高雄前镇某一间高中，二是较近高中生同一班的同学，包括有跟伊上课的老师在内，总共42人。虽然 PCR 采检是阴性，不过市府要求要隔离10天，若是无法度一人一户，都要去一间检疫所。伊若其他同一间学校的师生是停课3天，伫个厝里做自主健康管理。下晡2点开始，家长就去学校准备把囡仔接倒转去。应该还好吧，他都筛检了，而且都打第3剂了，还可以啦。无足紧张的，因为这种疫情哦，足久的啊，你感觉袂输的，感冒啊种就对了。烦恼发生互相笑话，全学校2400多个师生透早做体检，卫生局长嘛亲身去学校了解情形。目前无阳性的个案，不过一个确诊的学生，去予因兜伫化工厂食头路的亲人喂着。规个前镇的关注案，因为化工厂一个40多岁查某员工出现症状，叫医生看了后确诊才发现的。目前累计已经有13个人确诊，有11个人是住同一间化工厂，有个外号2个住做伙的亲人，其中一个是高中生，全部拢是无症状或者是轻症。13个里面有10个打过3剂疫苗，那另外有3位打过2剂疫苗 ，CT 值都接近，那显示是在这个职场里面有一个共同感染源。那这个感染源呢，我们的推测哦，那可能有一位比较早发病的这个同仁。目前确诊者的行踪主要是集中在凤山，环保局已经派人做消毒，为了阻挡疫情扩散，市府扩大口罩采检，到第3沿社区的接触者。东头在化工厂迄块内的公园设体检站，无到3点钟的时间，都有真侪民众甲劳工来排队要做体检。市府讲，这波群组需要持续观察几工啊。那是4月初进前无法度压落来，无排除清明连假会有安防疫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本土病例增加15例确诊，13例是伫高雄。即阵本土疫情变紧张，境外移植的个案也阁创下历史纪录，增加124例，其中越南占49例。消毒人员伫台南火车站甲大桥站一直消毒，每一个所在拢无放一线。因为国内本土新冠病例一群增加15例，其中高雄化工厂规定小话13人当中有11个人是这场同事，2个人是做伙住的亲人，其中按2245差不多拢坐火车去高雄上班。这件规定小话机票个案是做过2剂疫苗的按2239。另外，嘉义许多规定小话又搁增加2人确诊，是按2180的妈妈甲查某孙啊，伫隔离了后阴转阳。公司不大，所以他是领班，所以大概每一个人他都会接触到。那高雄也动作很快，哦，大概昨天半夜就把第一层的哈职场，然后跟职场确诊的，好，的家人也都验过一次啊。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新增的个案。除了本土疫情汹汹增加以外，境外移入的病例原来有124例，上济是越南入境的病例都有49例。今天算是我们境外哈，大概是今年来最高的了哈。那我们是124人，那前两次大概有前天的哈，3月19日的120例，3月20日的117例。渐渐确诊感染源爱查的台北市联医和平医区护理师基因定序结果也公布，是全新的 Omicron 变异株序列 BA.2.3。护理师啊，这个基因哈的定序跟我们其他的 Omicron 的一个基因定序是不同株的哈，不同系列的。那还要再进一步，再等我们的相关的这些怀疑的个案，另外一个怀疑个案的基因定序。另外，进前已经得到世界卫生组织认证，会做紧急使用清单，甲高端共识有
促蛋白蛋白疫苗的 Novavax 疫苗。指挥官陈时中讲，会有200多万份 Novavax 疫苗来台湾，到货时间也未确定，每一届全部到位。目前是有数当地看相关技术性资料，若是注射对象，专家爱国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南部疫情搁烧起来，伫云林都有一间高中八间国校啊，预防性停课。今仔西里也搁加一间职业学校的进修部，加一间国小停课。另外伫台南，因为有学生家长加较真正去过同一个所在，一间国中加一间国小也临时宣布停课。传播人员伫咧校园内底尽足倾销，嘉义喜宴传播连烧到云林，一间高中甲北京小学连续预防性的停课了后，23号暗时西丽这间职业学校一名进修部的学生因为 PCR 二采阴转阳，进修部会停课到30号，课程改为网络顶教学，总共是有71名学生受到影响，但是伫干部是正常上课，转学校师生自主健康管理。这个学生呢是在隔离期间呢阳性反应哈，所以说呢我们最后的决议是，日校的同学呢就照正常的上课，然后呢全校的师生呢采这个自主健康管理的模式。同款伫咧西丽这间小学是有学生甲确诊者同款去同一个场所，校方是紧急公告24号停课一天。另外包括台南永康的这间小学，也是因为学生甲确诊者同款去同一个场所，24号转学校停课一天大清消，这个班是停课两天。不过有家长因为唔知影消息，早起是紧急来接囡仔回去。今天不行了。安尼哦，啊，即马学生要变哪？学生拢停课啊。好，什么原因敢有讲啊？我嘛唔知呢，有确诊者足迹重叠。这样，那你们会不会害怕？不会啦，还好。有心理准备了。台南东区的这间国中，是因为学生家长确诊，学校24号预防性停课一天，确诊家长学生这班是停课两天。同学先说停课，然后老师才出来说停课。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停课的原因？因为要消毒室内。接获卫生单位的通知。学生跟确诊者足迹有重叠，需进行居家隔离。那本校呢，采取预防性的措施，今天全校停课一天，进行环境的清消。那该班级呢是停课两天。那学校呢会实施线上教学，停课不停学。校方强调，拢会照规定伫咧网络顶来教学，学生受教权无受到影响。疫情是传入去校园，学生甲家长应变未赴，学校是神经病学案来看待。记者云林台南报道。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已经满一个月，战争后数百万人无厝通住，侪侪百姓甲士兵无命。不过在这无情的战火，也受不少画面带来温暖加共鸣。3月24日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满一个月，这场战争已经造成数百万人无依无靠，要继续等，牺牲无数平民甲士兵。也过在无情的战火中，有真侪代志牵动咱的情绪。啊不是伊扎布在基辅防空壕内，7岁乌克兰查某囡仔阿米莉亚，像电影《冰雪奇缘》主题曲的影片，到今已经超过80000人出来看。同款用音乐安慰人心的，也阁有钢琴师大卫·马尔泰罗，为德国开几啊百英里的路程，用拖车载一台钢琴，在波兰边境检查哨演奏歌曲。因为乌克兰规定18至60岁查甫人需要留落来，所以真侪走出去的妇女甲囡仔被标伫车站甲父亲分别。欧洲国家无条件接受难民，甚至协助安顿，也予人看到人性的光辉。300多块家属着急等待，最后总算传出好消息，母亲甲查某囡仔两个人拢平安。乌克兰南部尼古拉耶夫的病院内迎接新的生命，虽然当下已经好过军报会，将规个城市炸甲乱长长。Что закончится война, и мы все заживем, как раньше, спокойной жизнью, что все будет хорошо, что дети наши не будут видеть этого всего. 另外，一座刚刚好过军轰炸的城市马里波，并不简单，等到人道救援的物资，民众排队来领，沿途经过公园啊，个后院，寄出真侪帽子，顶头插满家己订的湿地鸡，随着气温回升，土壤解冻，民众将不幸死地捡回家属遗体落葬。Сын с другом копали могилу. Мы захоронили, сейчас просто крестик вставляем. 空情会在王阿静第一，
也活下来的马里波市民，唔忙一切会当早日结束，好生活重新恢复平静。公司新闻王彪文编译。加乌克兰小外波兰已经接受超过200万名乌克兰的难民，在首都华沙的中央车站也来成立临时救助站。来看公司派记者谢正林、柯伟顺在波兰的报道。用乌克兰语唱歌，主题是爱。几个国际志工希望唱歌，或者离故乡超过1000多公里远的乌克兰难民，分一点仔温暖。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华沙的中央车站。那这边其实，在战争发生之后呢，没有多久就搭建了像这样子的临时帐篷。那这样的临时帐篷呢，它会提供一些简单的物资，比如说牙刷或者是一些日用品。那另外呢，在这里也会发现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志工，他们不一定会英语，可是一定会俄语或者是乌克兰语。那也就是希望能让难民来到这里之后呢，可以马上呢就受到简单的协助。现场的志工有的会当用乌克兰语跟因沟通，亲像是 Daniel， 其实伊为乌克兰倒去波兰，也无到半个月的时间，因为捌受到大家的帮助，所以即马伊要甲爱继续传落去。And I'm an escaper from Ukraine. I had help, and I want to help. 有志工观察到即马战争是愈拖愈久，每一工来领物资的人数是已经大大减少。不过车头内底还是持续伫咧招募志工，因为资讯服务为这个月成立了后，一礼拜7天24点钟轮班，就是要来应应难民随时都会到位。即便战争已经持续快一个月了，在华沙中央车站呢，还是可以看到有一些乌克兰的难民在这边临时的等待。那他们下一步呢，是希望说可以搭乘火车到其他的城市或者到其他的国家。那其实难民一到火车站之后呢，马上就可以看到清楚的告示，那告知他们呢可以到哪里去寻求协助。那现场呢有像是发放信卡、免费信卡的地方，有好几家电信公司在合作，那也有可以询问处呢可以询。问说，如果暂时要在这个城市居留，那有哪里可以找到住所？那或者是说，也可以透过协助的方式取得免费的票券，那可以前往其他城市，或者是搭车前往机场，之后再飞往其他的国家。有一挂难民经济条件也有法度，规家伙也会继续来搬山，包括亲戚朋友。希望战事会当赶紧结束。We're gonna take a train to the airport, and after we will fly to Egypt.Ну, приходится пока на матрасе переночевать, и берут меня люди, хотели на хостел взять, на хотель, но... 不过，某一挂人都离开战团了后，是前途茫茫，即马干那会当暂时先吃好饱，行一步算一步，对未来是唔敢想伤远。记者综合报道。咱也伫战争现场报道，记者不断传出牺牲的消息。俄罗斯一位调查媒体记者鲍琳娜。李莎在基辅采访的时阵，被俄罗斯的炮火攻击过往，这也是这场战争第七位殉职的记者。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满一个月，除了乌克兰民众牺牲以外，报道前线消息的各国记者也传出殉职。根据 BBC 报道，俄罗斯的调查媒体路记者鲍琳娜，在战争爆发了后，就伫个基辅、利奥夫这些重要城市报道当地上新的消息。伊二三去基辅采访一个被俄罗斯攻击毁损的国务中心的时阵，被俄罗斯军人的大炮弹着，做回过去遐的两位民众嘛因此受伤。鲍琳娜在世的时阵，捌伫个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尼的。反贪腐基金会工作，说予俄罗斯政府看作是违法极端主义的机构，予真侪员工拢逃亡去国外。BBC 引用媒体观察组织新闻标题《运动》的资料，显示鲍琳娜是伫个这个战争内底，因为伫个前线报道战事，第七个殉职的记者。有记者殉职，嘛有记者放下工作去做兵，加入国防军。А мене звати Маргарита, і зараз я медик в одній з тирок Києва.До війни я була журналісткою, піарницею та прес-секретаркою народного депутата. 今年才25岁，马哈蒂塔在战争的头一天就响应国家的征召，加入国防军。原本伊住伫个第二大城哈尔科夫，却因为工作住伫个基辅。俄罗斯的日侵，让伊两个故乡拢受到攻击。伊伫前线看到真侪战争的状况，让伊捌怀疑是毋是爱为前线退落来。不过最后，伊原决定要用家己的力量，甲阿兵哥做伙保护家园。Десь там день на 15-й, я думала про те, що чи правильно я зробила, чи не своє моє місце. Чи не варто було мені також поїхати кудись в Польщу і сидіти собі тихенько під мирним небом.
але я зрозуміла, що тут я набагато корисніша, ніж могла би бути там.国际新闻，台视董炳业。昨暝东部发生几波6点多的大地震，到今也一直有地震尾，有诶几波拢伫5以上。气象局甲地质学家拢认为，这是正常的能量释放。贵宾向向海之类，这是花莲红冰乡24号透早8点38分26秒发生规模5.3的地震，上大震度是东部4级、中部3级、南部甲北部是1级甲2级。气象局表示，这是3月23号规模6.6地震的后续地震。23号从第一届地震再来，总共发生了70届有感地震。24号到11点半为止有8届。虽然这后续地震数目啊个规模较侪一点啊，不过拢是能量合理的释放。这个地方因为它发生规模6.6的地震，深度又相对比较浅，所以余震的数量会这么多。这个余震的行为是跟过去的台湾的地震的特性是蛮相近的。有学者调出各级资料发现，这届地震是伫咧地上短暂不断的发生。这区域最近一届发生的地震是伫1972年，规模嘛比这届更大，所以这两天连续地震对着能量释放是有帮助，不过更有周期性，过来进一步来做讨论。它是在1972年的时候，也是叫瑞穗地震啊。那一次地震规模是6.9，哦，是比这次大很多，哦，这是6.6，因为同一个断层嘛，性质不会说差很多了。我想蛮合理的，就是哈。但我们再嘛讲，地上短暂南端的地震是较早来发生，即个北端嘛发生到地震了后，或者买当这一波来看相关的资料，看卖地上短暂过去港口其他所在的早期嘛发生过规模较大的地震，来做未来研究的方向。记者丁志勇、陈立峰台北报道。这边的大地震，根据教育部统计到昨下晡，全台湾有155间学校的建筑物有损害，受损的金额高达3500万。当都像有未少明显的空缝，部分还有歪歪的状况，校方今日打出公告，建筑安全问题唔通来挖苦。苗栗的桃园国小北边的当都墙，疑似受到23号凌晨地震的影响，受损的状况是愈来愈严重。它应该是要对齐的，它整个这个都已经塌下来，然后往外倾斜了。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受到23号地震的影响，一直到当时下晡3点，全台学校通报受损有155校，今年就达到3500万，其中苗栗就有13间。以桃园国小受损是上严重，关乎教育处表示已经启动灾修的通报。其他学校部分，我们已经请学校，针对它的也需要修缮的部分呢，先做安全的隔离，等到中央经费补助之后，尽快把它修缮完毕。而南部的高雄，也传出一间学校受到波及。根据高雄市教育局的统计，有20间学校通报灾损，就有460万，其中洪山区的中校国小上严重，校方也伫受损的校舍外口，尤其洪山线的管制，由于事先被安排到其他教室来上课，暂时无安全疑虑。去年其实在检视的时候就有发现有一些龟裂的现象，那只是323地震让这个龟裂变得比较大。离离高雄机关的幼楼原本有120年的历史，伊厝嘛受到23号地震的影响，加上这几天啊拢落雨，旧厝嘛受损，唔然门门拢崩落来，外墙嘛成了土堆。我们会先把一些砖块怎么清除掉，然后再跟屋主这边讨论一下后续要去怎么做。因为这栋幼楼是当地商人刘德波的故居，是当地头一栋两层楼巴洛克式的建筑，具有历史意义。以后想要哪来修复，还要经过专家进一步来评估。记者苗栗高雄综合报道。中央银行宣布利率起一码，和政策式的贷款也跌了条款，就下贷款的利息就来到1.15%。有哪样立委要求就下贷款不应该起，甚至要降到0.5%。如果说2年内的话，一个月1万多块。面对大学年年学生所派金，大学四年学费无扣出来，申请就学贷款。伊讲在学期间有一份兼职工作，即马拍拼欠钱，希望伫毕业了后2-3年来将学贷还了。我现在自己就是有存钱的一个计划，就是至少要存到说我的学费总金额的一半，就是觉得影响不大。
圣卡玛雅央行去利息一码了后，所派金四年合贷总额约38万，那讲以还款期96期，八年来计算，其利息净净利率0.9%。本省还款总额393984元，其利息了后利率1.15%。本省还款总额397920元，利息增加约4000元。虽然金额不大，也过有人也留意认为，去年实际经常性新租户成长，新世界头路歹找，也爱面临核贷还款压力，主张核贷无应该去爱降。调为0.5%，中长期希望调为免息。私立大学校副行官表示，申请核贷条件分三大类，以一类占上座，家庭所得114万以下，在学四年期间，甲毕业一年来，会当免核贷利息。B 类家庭所得114至120万，利息减半。C 类家庭所得超过120万，则需要缴全利息，而且影响疫情到无法公布完缴本息，还是只缴利息无还本，等三大方案。那学生他贷款的金额不会很高，这样算下来的话，一个月的负担不会加很多。其利息影响也包括请安排储贷款，利息也调高到1.68%至1.74%。那也立委建议，全国银行应该照顾青年族群，请安排储贷款利息袂当超过1.56%。但是每一个家庭呢，他的所得是一定的哈。如果升息幅度过大的话，消费排挤的效果就会很强。照顾就是目前只有劳工纾困贷款利息动起，也毋过学者表示，央行起利息今年恐惊毋拿一摆，因为无对美国汇率都有变大的压力。如果后半年全球会政治起利息循环，毋拿影响消费，甚至会影响投资出口红利，恐惊伫第四季受到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有一位29岁永住登记无头路，伊永被伫市场讨价，伊怎直接去抢永被讨来钱？即阵除了依照抢夺罪嫌起诉，永被也向桃园地院申请强制收容。因为车祸受伤，行动不方便，姓蔡的老阿伯坐伫轮椅顶悬，伫传统市场共本。去年10月，伊自家回永住，涉嫌伫街路家本来现金抢去，去予警察抓去了后上班。桃园地检署侦结，伊抢夺罪嫌起诉。我系杨子，来在家抢钱啊！啊，你会艰苦未？无头，我拄着我继续等伊啊！啊，伊是拢无食头路吼？无，真真无。老爸计是老母辈人去啦。哦，啊，这个修养就对啊啦。嘿啦，因老爸是从迄个修养然后，所以迄个来在修养来做唔食正。根据了解，这个姓蔡的阿伯目前一个月残障的津贴是4000多元，不过小厝要开8000元，都要靠工本来生活。根据检警的调查，伊这个永住是长期无头路，已经甲因老爸抢钱抢4次啊，一届拢差不多是1200元。第三届甲第四届是伫10月初7早起，先甲抢100元，尾下阁硬甲伊摕100元去。路人的人报警察，警察甲伊逮捕到案，伫伊的分数顶找到剩的抢来52元，幸好上班。犯嫌在传统市场内抢夺养父的金钱两次后逃逸，本所接获报案赶到现场，确认犯嫌的身份后，30分钟内于距离1公里远的巷弄内逮捕犯嫌及查扣花剩的52元。警询中，犯嫌坦承犯行，全案依法移送侦办。检方认定讲，这个永住犯行真明确，伊抢夺罪嫌提起公诉。这个永住规工以药洗手，要食唔讨趁，阁小人刷甲这个姓蔡的老阿伯抢钱抢4次，这个老阿伯嘛甲桃园地方法院申请强制收容，外国收容这个永住啊。记者综合报道。外来种的银合欢已经探入台湾5000多公顷，造成严重的生态问题。十多年来，政府民间拢在拍拼，希望把土地形好，完成实物。关山地伫中南美洲的金合欢，不是正规引进的经济作物，想要作为饲料加纸张的原料，不过种了后发现无符合经济效益，所放弃。当大家所不管理、繁殖力强的银合欢，渐渐为乡村半岛向北部扩散，因生地真密集，刷土的工作不简单。长得这么密，它会不会你们在制作上会比较有困难？一定会有困难，所以我们有中西界在配合我们。银合欢介意日头充足的空旷环境，一旦入侵，可会形成森林，造成生物多样性的消失。林务局为2015年开始，以恢复栖地的生态造林为目标，移除银合欢了后，阁种适合当地的原生树种。
我们是用六年的时间让这些树长大，用六年的树去跟一年的银河欢竞争。这个方法执行一公顷的预算要105万。台湾山林保育协会理事长蔡智豪提出新方法，试验无配银河欢，直接种原生植物，让因互相竞争，加速森林演替。然后慢慢放进去。对，我们是要加速演替，不是要去跟银河欢做对抗。我们这次的做法就是，我们不要去扰动它，我们加速它，然后我们就来测试在银河欢不同年龄的阶段呢，然后来补植这个其他的竞争的植物进去来测试。政府目前移除930公顷，收入来3年，计划阁移除1670公顷。面对银河欢，也有真侪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最新消息。北韩今日向但南部的海峡发射一粒洲际弹道飞弹，在暗头啊4点外，南韩军方也射飞弹反制北韩。南韩军方表示，这粒飞弹飞1080公里远，飞71分钟了后，落到去北海道西南方的海峡。这是北韩5年来头摆发射洲际飞弹，包括南韩总统、日本首相、美国白宫加美军印太司令部都已经表达强烈的谴责。以上就是今天的暗时新闻，感谢您的收看，咱再会。